他亲口，没人听透他心中。那在后的朋友是耶稣。耶稣活到的朋友，他是我里的平安使者。他的羊羔被摆在太阳光中远，那最后的朋友是耶稣，最后的朋友是耶稣，最后的朋友是耶稣。我只有每日念叨他亲口，每日祈求他圣召。那最好的朋友是耶稣。我是一定不受苦爱耶，要到过一大关关我把尽头，让我自己爱着成长。